presenter for today, 陆柯南。能在柯南身上看到一种特别真诚的力量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宝贵的。雨果三个 flag 其中之一，就是让我的妈妈知道这些年我到底在做什么。柯南，你真的很抢眼哎。 我是你要第一，我不奉陪的陆柯然。陆柯然，你为什么让大家闭嘴？想对那些质疑我的人，然后定义我的人，让他们闭嘴。我有坚定的目标。 不管这条路多远、多困难，我一定会到达的。希望这条路上能和你们一起。 陆柯然，成团就是一件没有退路的事。 青春有你第二季的最终成团位只剩下最后一个，恭喜陆柯然加入 The Night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成为闪闪发光的人，让你知道，为我骄傲。这条路还很长，我会继续加油，我不会停下我的脚步。